我觉得他大概40秒，40秒，四分钟。来那边，5、4、3、2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！我猜出花中人，哇！哎，现在这个 tempo 进展很快哦，进展很快，对对对。来预测时间，来30秒，什么意思啊？等一下，是第一棒抽一个题目，然后画出那个人的样子，让第二棒猜，第二棒猜中了就换第三。题目是用抽的，对，题目是用抽的。一样接力，对不对？我想到，都要画每个人。我觉得他大概40秒，哎，40秒，四分钟。我这里，我站这里的。好啦，这样子。那我先啦。哎，不对，那我站这里。我先嘛。可以站里面，因为一男一女要漂亮。对。机会先是。哎，你画不行吗？我画非常不行，这是我的大罩门。我也。但我很会猜啊。不管怎么样都要画。好，就画重点嘛。画重点，对。不是。但因为我们可以预测时间呢，对，你也可以写2天嘛。预测时间内正负15秒中，我们就要多3000块，对，有奖金。对，没有，要正负15秒，正负15秒真的有点太，对，可以再半个小时好不好？半个小时，半天，正负30秒，对，30秒，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正负30秒可以，入围金钟奖，对，耶，好到了，这个3分不可能啊。六吗？六五好，六五可以，六五可以。好，六分52秒。好的，可以哈。可以。我跟你说，如果是玉婷哥，你要怎么画？画他的手，然后对，你画一个瘤就好了。脸上一个已经没有了，对。可是我们的印象我们知道，这样没有啦，这种很难的。来，你猜一下，看这样。好，来计时6分52秒，开始，快，不急，因为有6分52秒，不急，要急。那只能他猜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能讲话哈。哦。哎，我看这个，因为是金钟特别节目，所以那个可以用猜字的。你亮给他看啦。好，萧敬腾，恭喜他。加快。哎，快点，很快哦。哎，你怎么哦？厉害！因为画出他的字了。有吧？你看，刚才用30秒。加油！我也有的。不要紧张，他刚刚其实用的很少。可以，我们时间很充裕。充裕，很充裕。很充裕。哎，我们可以这里看。我们应该可以看。好。OK。我是画叉。好了，可以给他看。我知道了。好了，来。哎，没有了，你要练给他看啦。没有，坐。我知道是谁。可以的啦。这个啊？还有猫手，他有猫手啊，很壮。然后头发很长，有一把火，这是火吗？是。很帅。然后这个啊，潘老师。对的嘛。好，哎，现在under，现在under很多。谁？OK。啊，他画怎么画？拿起来给谁？怎么画？完了，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？哎，我觉得你画得很好哎。时间很多啦，不怕。非常好。好，来。喂，不猜，没有，没有怎么样，多猜。露露，不是。差不多了。王笑兰，错。最后三次就要换人喽。加油，轩哥。最后一次了，猜错就换人。加油，轩哥。小 S， 打到，打到了。